天哥，你有没有心思查见？还没小四消息。有，咱们的竞争对手白石发来消息，说他们有小四消息的线索，只不过他们要成功的买一订单。给他。白总还说，让您取他的哑巴牙。白安，不可能。告诉他，我愿意再出百亿订单。你要可是白总说了，您必须答应这两个条件，否则他是绝对不会告诉你小四小姐的下落。钱总，咱们已经找了整整15年了，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条项链，线索实在太少了。好，我去。小四，对不起，为了得到你的消息，我不得不答应他。只要我得到你的消息，就立马和他离婚。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钱总，白小姐到了。我没空应酬他，你安排就行。还有，让他住远点。我不想看他。阿木哥哥，我要结婚了。这15年，你过得好吗？阿木哥哥，你到底在哪？我不想和一个陌生人结婚。安安，当年把你从人贩子手里救回来，又给你治疗腿伤，你思考过度，伤了声带，成了哑巴，我也没嫌弃你。现在该到了你报恩的时候，嫁进钱家，笼络钱默的心，有钱家为盟友，我们才能站稳脚跟。明白吗？白小姐是吗？钱助理让我来接你，谢谢。小可，你去忙吧，我亲自接待白小姐。好的，谢谢。死哑巴，敢和我抢表哥，找死！白小姐。我表哥他一会儿就回来，你先在书房等他吧。这可是我表哥花了大价钱从德国买的留声机，唱片也是特殊可制的。你要是无聊的话，可以边听音乐边买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就不乱碰了。这有什么的？你是我未来的嫂子。再说了，这唱片可是我哥的心爱之物，你借此刚好可以了解一下他的喜好呀。那好吧，谢谢你。表哥最珍贵这张唱片，他要是发现这个死哑巴擅动，一定会大发雷霆的。表夫说过要我笼络钱总的心，提前了解一下他的喜好也好。我唱歌是最好听的，很多人求我唱，我都不唱呢。那你可以给我唱一次吗？阿木哥哥想听，当然可以啦。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，虫儿飞，已在思念谁？阿木哥哥。成了哑巴，我再也不能给你唱歌。钱总好，表哥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？听说取消了。谁在书房？我说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能进我的书房动我的唱片。现在怎么回事？都不知道是吧？
我从来没有见过钱总发这么大的火。那个唱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那个唱片是钱总当年找遍全球歌手录制的，一年前有个女人不小心碰了，手都被差点废掉。书房里那个人自求多福了。谁允许你乱动我的东西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哑巴？你就是白安吗？乱动别人东西，这就是你白家的家教吗？有人说我可以听音乐等你，我不是故意乱动你东西的。谁允许？表哥，我没有。臭哑巴，你表哥没有？搞什么？表哥，明明这是他手气，看你生气了，故意推在我身上。像他这种耿直的女人，怎么可以当你妻子呢？臭哑巴，你再乱说，信不信我剁掉你的手呀？你一来就煽动我的东西，还说谎骗人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立马给我收拾东西滚蛋。表哥，就算这次不撵他走，也得给他打教训。他刚进门就这么没规矩，以后指不定怎么样。钱家家规，擅动主人的平常，禁食一天。你如今进了钱家，就要遵守规定。还有，别拿钱家少夫人的身份自居。哎，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还不滚！表哥，我就知道你不喜欢那个臭哑巴。你放心，以后我帮你看他。不需要，出去。小四，是我不好，没能保护好我们的回忆。你放心，西瓜的发夹，我一定亲手给你戴上。小慈妹妹唱歌真好听，奶奶说等我拿到唱歌比赛一等奖，就给我买一个钻石发卡。在我心里，你就是第一名，我会给你买最漂亮的钻石发卡。好啊，谢谢阿姆哥哥。把这个东西给那个思雅吧。就说是表哥给的，可是你信不信我让你滚出钱家？白小姐，这是钱总让给您的。我？钱总说，无论如何你也是钱家的少夫人，总不能没有一件像样的首饰。谢谢你。这是钻石发卡。如果我和阿木哥哥没有被拐，我应该已经拿了一等奖，成为了歌手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话都说不了。再给点感情，再上下去。阿木哥哥，小慈有了钻石发卡，却不是你送的。你说什么？白总说，既然你已经和白小姐结婚了，不如就放掉过去，注重当下。所有人都已经知道钱白两家已经联姻，如果您现在退婚的话，对钱氏也是影响重大。孰轻孰重，
请您自行掂量掂量。敢用小慈的下落来耍我，传我的话，马上停止一切与白家合作。还有那个白安，把他马上给我滚。你居然敢带这个发下！你怎么敢三番五次闪躲？有人说这是你给我的，不是我自己拿的。你到底是哑巴还是傻子？你觉得我会送你东西吗？他说我是钱家少夫人。钱家少夫人，你也配吗？我看见这样的人就觉得恶心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个方向对你这么重要，我会给你一个信的。你能不能不要赶我走？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加上你们整个白家也赔不起。你跟你的父亲一样无耻、卑鄙。表哥消消气，我这就叫人把他赶出去。你刚才说自己是钱家少夫人，谁给你的脸敢这么说呀？这是我父亲和钱总地下的事，和你无关。有恩人，臭哑巴，老实点。与我无关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才是表哥的妻子。你一个连给表哥提鞋都不配的破残废，你有什么资格做他的妻子呀？那个饭钱我都没有带过，有什么资格带？今天我就让你吃烂菜，占据不属于自己东西的我，你是什么？你戴发卡的时候很得意是吗？你真以为那是表哥给的吗？你看看镜子里的你，你觉得你配吗？父亲，这是我的家传护身项链，有了它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，别怕，哥哥在。是我送给小慈的项链。钱总，知不知道这碎片是谁的？我下午好像给白小姐带过。海安呢？她去哪儿了？说。白小姐被李小姐带去楼下杂物间了。表哥，白安是我的妻子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敢不敢再跟李家合作，帮助李念？就是跟我钱穆作对。是。哥，看在我这两年一直精心照顾你的份上，你不准出丢啊。滚开。表哥，我从看你的第一面我就喜欢你了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爱你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钱总理，我永远不让你看了。是。这个玉佩怎么这么眼熟呀？不惜一切的价给我继续找，务必要找到戴这个项链。钱总，咱们找这个人找了这么多年了，耗费了集团无数的财力物力，请问这个人是？我的妻子。本来表哥在找的那个女人，居然是那个臭哑巴。表哥，你只能是我的妻子。
行了，你的手机摔坏了，我给你买了一个。多谢你救我。对不起啊，昨天是我太冲动，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的，很抱歉让你经历这些。动你东西是我不对，以后不会了。或许我们可以好好相处，我也真的能遇到保护我的人。对了，安安，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。田总，不好，厉小姐跳楼了。随他，他的事情以后不用向我汇报。出去。是。不如你先去看看里面，有什么事等你回来再问我。没事，不用管了，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。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。金总，李小姐说有一个视频必须让你看一下。说了，她的事情不用来跟我汇报。钱总，李小姐说这是她死前最后求您的一件事，要不您还是看看吧，毕竟她是你表妹。表哥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嫁给你。既然你已经厌烦我了，那我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。看在我这么多年真心待你的份上，在我死之前，帮我找一个人好吗？这个是他当年给我的信物，对我意义非凡。如今我的心里只有你，这么多年我不敢去找他，也不敢面对他，但请你告诉他我去世了这个消息，让他不要再等我了。纪念他，他确实。你看到我的项链了吗？你在哪？表哥，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，就让我去死吧。你在哪？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上那个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表哥，我不求你能原谅我，但求你可以满足我最后的心愿。等我，我现在就过去，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千万不要冲动，千万不要冲动啊。是我太自作多情了。向夫人，你怎么下床了？有没有看到这条项链？没有，那一定是掉在杂物间了。项链是阿木哥哥给我的，我一定要找回来。向夫人，您伤还没好呢，去哪呀？快去公司，快去跟来，都把李念给我平安带下来。夫人，您怎么进来了？你一个臭哑巴，一晚就跟表哥告了不状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你？那些羞辱都过去了，但项链是阿木哥哥给我的。我一定要找到。对了，项链怎么不在这里？你看，这是我的家团护身项链，给了他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，别怕，哥哥在。怎么办？我把阿木哥哥给我的项链弄丢了。阿木哥哥，对不起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我的项链不见了，它对我很重要，我把它弄丢了。您的项链长什么样子呀？上面有个莲花图案的青玉翡翠吊坠。啊，我好像看见钱总拿着一块项链碎片，不知道您的项链是不是也在他那里？碎片是什么样子的？啊，好像是一块绿色的，带着花瓣图案的碎片。对，是我项链的吊坠碎片，项链一定在钱母手上。他在哪里？快带我去找他。他在哪里？快带我去找他。哎，夫人，钱总他不在家，他刚刚去公司了。不行，我要马上去找他拿回项链。夫人，你又要去哪里？
钱总，李小姐被救下来了，被安排在您办公室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的项链是不是在你那？我现在有急事儿，你有什么事情？一会儿再。是一个莲花图案的绿色翡翠项链。表哥，表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你怎么能做傻事呢？表哥，如果我的世界里没有你，那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别瞎说，以后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表哥，我有很多话都想对你说，我们上楼去吧。他就这么原谅了伤害我的人吗？果然，在他心中，我什么也不是。在他心中，我什么也不是。是他吗？是。表哥，怎么了？对了，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人。我知道你要找的是谁。这个臭哑巴又来坏我好事。100万，毁掉他，记得录像。看着我被人绑走也无动于衷吗？项链丢了，阿木哥哥也找不到了，我活着还有生命。刚才是我眼花了吗？碎片怎么在你这儿？我以为我把它弄丢了。小子，你果然是小子，我是你的阿木哥哥，我找了你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你就在我身边。是我的阿木哥哥。对不起，小子，之前我对你那么凶，还把你赶出了家，是我不好，让你受尽委屈。小子，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阿木哥哥，我真的好开心，我以为我再也找不见你了。表哥，你只能是我的。啊。我看你这个活够了，好了，给。究竟是谁？谁是你的前夫？大哥，你别信他，钱总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他要是钱总，那我就是天王老子。就是，知不知道我们是谁？敢得罪我们身后的人，这个人要你死！兄弟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动我的女人。放肆，敢对钱总不敬！啊！钱总，怎么处理？给我撬开他们的嘴！钱总，钱总不要！钱总，钱总别护着！钱总，赶紧放过！你放过我们！给我狠狠的教训他！是，钱总不要，钱总，你到底是谁？钱总，查到了，说。李念小时候确实失踪过，后来被李家秘密找到，据说托布还受到了严重的创伤，导致失忆了。李家觉得这件事不光彩，所以隐瞒了下来。果然就是小子，我竟然还怀疑他。他果然是小子，我居然还怀疑他。钱总，
你留下来照顾他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是。我要知道关于小慈的所有事情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告诉你？凭我以后会是钱母的妻子，总裁夫人。李小姐，那你先成为总裁夫人再说吧。一个亿，只要你告诉我关于小慈的所有事情，我有办法让钱母娶我，到时候我就给你一个亿。我知道，你家中有一个病重的母亲，急需一大笔钱做手术。你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妹妹需要你供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先给我5000万吧。阿木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一直在等你。对不起，小子，我就给你明天了。可是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不行。你放心，我会跟他离婚的。我的妻子，只能是你。小王。他还是关心我的。你放心，我会调查清楚这件事。你看见我的项链吗？作为补偿，我会重新写好名字。当年把你从人贩子手里救回来，又给你治疗腿伤，你思考过度伤了声带，成了哑巴，我也没嫌弃你。现在该到了你报恩的时候了吧？嫁给田家，笼络田默的心，全家为盟友，我们才能站稳脚跟，明白吗？钱母为什么和你离婚？你还有没点用，连个男人都笼络不住。我告诉你，赶紧想办法和钱母缓和关系。要是钱母不要你了，白家你也别想回来。钱母不要我了，南家也回不去了，我还能去哪里？关于离婚的事，我同意离婚，但是请允许我再住一段时间，我找到房子就立刻搬出去。其实你也不用着急离开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给你找了最权威的医生治疗嗓子。钱总，李医生到了。钱总，医生，我的嗓子可以治疗到什么程度？您不是先天聋哑。只要您按照我的发声练习训练，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那我是不是还能唱歌？我很需要再唱歌。是吗？我很喜欢听歌。您的嗓子恢复唱歌有一定难度，能不能看唱就要看什么歌了。Thank you.
我只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在白大出门之前，住在哪？孤儿院。这么巧，小紫也是孤儿院长大的。你这首歌在哪学的？是孤儿院的奶奶教的。小慈也是孤儿院的奶奶学的。小慈，你唱的这首歌真好听，能告诉我你是在哪里学的吗？我是和孤儿院的奶奶学的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难道白安就是小慈？去公司什么？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我去找你是想拿回我的项链。一个方形的玉石项链，小柯说就这一个。你告诉我是谁送你的项链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夫人的父亲白总说他一直在家等您，问您还没过去。甭管他。白总说他真的知道你要找到那个人的下落，如果你现在不去一定会后悔。好，我去找他，他是个顽皮，我饶不了他。你先让医生给你检查身体，等回来再说。不是说你知道小慈的下落？小慈到底在哪？想好了再说。如果你敢骗我，你知道？不敢。小慈就是……你既然被我救回，就把以前的一切忘掉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白安安。说，就是小慈就是。小慈就是李家大小姐李念。我以前见过李小姐戴过一串玉石项链，就是您要找的那一块。你会对一个小女孩的东西记得那么清楚？她戴那串玉石项链很名贵，当时我就多看了一眼就记住。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？之前不是想让你和安安多培养培养感情？安安没这福气，因为这件事儿又惹您生气。我想着有什么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这么说，也不爱说的小子。白安是不是也有这个事情？那个是我给安安买着玩的，是个假的。只要您答应与我合作，等我嫁给钱穆，我不但可以把东城的百亿订单给你，还可以让你们白家成为整个东城商界的龙头。我凭什么相信？到时候你反悔，我能怎么样？我可以跟您签一个协议，到时候如果我违背诺言，你可以拿这个来曝光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钱穆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告诉他。伯父，给我说说更多以前关于白安的故事。那年一个晚上，我有点尿急，跑到树林里，听到有人打孩子的声音。哥哥，他们要杀你，跑啊！坏我好事，我去！阿木哥哥，快跑，跑啊，跑啊！你这。后来我就在山底下捡到一个昏迷的女孩，恐怕是人贩子为了逃跑把她给丢下了。我就把她带回家给她治病疗伤，起名叫白安安。由于那晚她嘶喊伤了她的声带，成了哑巴，之后就再也不会说话了。知道这些过吗？
从此以后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小慈了。原来，看你还拿什么跟我争！不能再让白兰带到秦家，万一表哥知道他才是小慈，我的下场一定会很惨。见过脸皮厚，没见过像你这种脸皮这么厚。表哥都要跟你离婚了，你还赖在这不走？你看什么看？你是哑巴不是聋子？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吗？我会和钱穆离婚，等我找到房子我会立马搬出去。我一看到你这张脸呀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今天就给我搬出去，否则我知道了。在干什么？表哥，表哥他打我。我没有打他，是他想逼我离开，故意做戏给你看。我都看到了，你居然还不承认。表哥都看到了，你还狡辩。幸亏你不会说话，否则还不一定怎么编排我呢。表哥，来人，把白兰给我带回房间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是。我要逐渐让表哥讨厌这个臭丫头，然后彻底撵他离开。小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再受委屈。表哥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不觉得委屈。可是，我只要一想到白安是你的妻子，我的心里就不舒服。你可可以让他离开秦家，离开这儿呀？你放心。等他嫂子治好，我让他走。不行，我希望他今天晚上就搬出去。当年我的腿受伤了以后，他虽然是治好了，可是一到下雨天，嫂子，对不起，当年是我。表哥，你就让白兰离开吧，我当你的妻子。我一定要找钱穆说清楚，是你冤枉我夫人，还会让他离开。阿木哥哥，我这条项链坏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修复一下呀？我会让他离开。臭丫鬟，连话都不会说。我也没嫌弃你，到了你回报的时候了吗？一个连给表哥提鞋都不配的破残废，你有什么资格成他的妻子？难怪你爸妈都不要你。木哥哥，木哥哥，这次绝对不能再节外生枝了。小哥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我来看看你想不想吃点宵夜呀？不用了，我要休息了，夜到也去休息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早点睡觉。
在说话。昨晚是我不对，不可以不找你。好啊，你偷着用熏香借机爬上我表哥的床，现在还想要补偿，你究竟还要脸？你说什么？什么熏香？表哥，我现在就让你看清楚白安安的真实面目。孩子进来。小可，你告诉我表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熏香是夫人让我去买的。你跟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的，夫人说用了那种熏香，钱总就会喜欢夫人了。白安安。你不就是怕我表哥把你赶出钱家，你无处可去吗？居然想出这么下流的手段，借机赖在这儿不走。我表哥还觉得他自己对不起你，想要补偿你。白安，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想狡辩？你居然跟我耍心机，是什么？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！现在，你立刻给我滚出钱家！我永远都不想再看见你。穿好你的衣服，收起你的演讲碟，马上给我滚！白安安，你告诉我，表哥是我的，你休想跟他出去！我叫你连自己是怎么死的！还不跟我出来！李小姐，我已经按照你吩咐的去说了，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吧。那就要看你以后的表现了。还有，你要清楚，到底谁才是钱家的夫人。是，我以后一定听您的吩咐。只要你能放过我的家人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钱助理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去送白安安，就把他送到江边的别墅。另外，叫李医生每天过去给他治疗。是。表哥果然对白安安动心了，看来我必须尽快下手。站住！
把白安那套房子的备用钥匙给我。我弄丢了一把钥匙，但不知道丢了。放心，与你无关。你终于回来，臭尾巴！你终于回来，我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这是表哥给我的钥匙，他说了，你不配住在这里，让我把你撵出去。钱木不会这样做的，你现在马上出去。这是我表哥的房，要是他不娶，也是你不娶。你就这么笃定表哥不会撵你出去吗？那如果是小慈要求你，阿木哥哥会满足小慈的一切要求，你最清楚了。项链怎么会在你那儿？至于这么惊讶？你的项链是我捡到的，没错。不过。表哥现在已经认为这个东西它是我的，我还知道你才是表哥一直在找的小慈，可惜了，表哥他不知道，他以为小慈是我的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表哥就是阿木哥哥？你早就知道，知道了又如何？居然一直都不告诉表哥你才是真正的小慈。简直是蠢得无可救药。对了，之前害你挨骂挨打的唱片发夹，这都是表哥准备给小慈的。表哥他心里一直都没有忘记，很可惜，那些东西他现在是我，就连你最喜欢的阿姆哥，他也是我的。原来阿姆哥哥从来没忘记过我，我一定要拿回项链去找阿姆哥哥。你一定要拿回项链去找阿木哥哥。项链是我的，还给我。你说项链是你的，有证据吗？再说了，项链现在在我手里，你觉得表哥是会信我，还是信你这个臭哑巴？怎么样啊？来抢我？怎么了，臭尾巴？你想要吗？那你来拿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放开！前辈，前辈，你拿来就好，快放下！哎，幸好你来了，本来要抢我的项链，要不是你来了，他就要杀了我了。我一发现不对就打开录像了，视频我已经发给钱总，他正在楼道录像，等他来了一切自有定夺。真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你要把视频发给阿木哥哥。白恩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是李念拿着我的项链来挑衅我，不是我。钱助理的录像，你还有什么可解释？为什么录像只有一段？为什么只有这一段？够了，白恩，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诡计多端呀，那么恶毒的女人。表哥，我今天来本来是想要跟白小姐道歉，可是谁知道她一上来就要抢走我的项链，我不给她，她就打我，还好是钱助理出现，不然，
银杏，有我在，我不愿意出手。阿木哥哥，那个是我的项链，我才是小慈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才是小慈，阿木哥哥，你被他骗了。表哥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个项链就是你亲手给我的。你说这个项链是你祖传护身项链，可以保我平安，你忘了吗？我没忘。你真的是小慈？表哥，只要稍加调查就可以知道这个项链的故事，这不足为奇。就是不想离开钱家，所以才故意抢走我的项链，想顶替我的身份。放手！不！阿木哥哥，当年人贩子要取你心脏，我让你快跑，就是因为那时候过度嘶喊，才导致我声带撕裂，你都忘了吗？对。你就是小慈妹妹，小慈。阿木哥哥，这是嘶喊，怎么可能导致失声呢？你忘了吗？我的腿是替你挡了那个木棍以后，所以才受伤的，当时差点都有生命危险了，所以才送我这个项链保我平安。怎么可能不记得我呢？替你挨打的是我。I'm seeing through your eyes. I'm seeing through your eyes. 现在呢，人证物证都指向李念小姐才是真正的小慈小姐。您找了小慈小姐这么多年，总不能让真正的小慈小姐寒心吧？哥哥，阿木哥哥，你相信我，你还记得我丢了一个项链吗？就是李念拿着那个，因为是阿木哥哥送给我的，所以我才一定要拿回来。白夫人，您说项链是您的，有证据吗？项链我一直戴在脖子上的，你可以去找那些女仆问，他们都看到了的。阿木哥哥，项链是你亲手送我的，我一直不敢轻易示人，但是也许有女仆见过呢。去查，看看项链到底是谁。简总，找到了。女仆说没有见过夫人戴过这条项链，但他们说。说什么？他们说李念小姐也是戴过。你们他俩是一伙的。不是的，他们都在说谎，项链真的是我的。你骗我还有意思吗？现在人证皆在，你还在狡辩。阿木哥哥，他一定是对之前的事情怀恨在心，再加上放弃钱家的荣华富贵，所以才想出冒认我身份这个恶毒的办法。他一直在找你，是他撒谎，你却因为他怀疑我的身份。对不起，是我。对了，就你配合我追。干什么？闹疯了没有？闹疯！我哥哥说过会一直保护我的，可不是一直不信任我、伤害我的，反而就是你。白安，你
只不过是贪图表哥的钱而已。你现在装出这一副可怜样子给谁看呢？钱总，刚才夫人下手有点重，要不现在李念小姐去检查一下。海安，你太懂事。阿木哥哥不相信我，他宁可相信这些骗子，也不相信我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啊。如今我们已经让表哥彻底厌恶白恩，是时候该想办法了结他。李医生为了治疗白恩的嗓子，特意研制了一种药，咱们可以偷偷把药换掉，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出掉。就算到时候钱总追究起来，也跟咱们俩没有任何关系。哎呀，李医生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没去夫人那边，我来是向钱总汇报夫人的治疗情况。钱总呀，就在楼上，您直接上去就行了。哎，李医生，要不然你把药箱放这儿，到时候也麻烦得很，回去的时候直接背上就行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你的嗓子恢复得很好，只要再吃一段时间我给你配的药，就可以慢慢试着说简单的话了。谢谢你。我还遇到病人，记得吃药，我先走了。这下我终于是名副其实的小姐。以后这个日子，还得再也不能威胁你们家人了。到底谁才是小子？阿木哥哥，你相信我，你还记得我丢了一个项链吗？就是李念拿着那个，因为是阿木哥哥送给我的，所以我才一定要拿回来。阿木哥哥，如果白安不是小子，他怎么知道这些？不行，你得去问清楚。
啊！医生，快！病人因为煤气中毒导致严重缺氧，你要做好他成为植物人的心理准备。什么？还有，病人可能需要输血治疗，但是他是罕见的熊猫血，医院库存不够，希望家属能够提供血源。他会输血，这两个孩子都是熊猫血型，和李艾的血型相配，这个工号因为随意挑选。熊猫血，小四也是熊猫血。别打了，我不敢闯了，请你别打了。再不，老子把你腿打断！我试试。白兰果然是小四，他就是小四。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让他醒过来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全力治病。这样都不死，白安安，你还真是命大。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请你给我解释。难道表哥又开始怀疑我了？不行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。钱总，不好了，李小姐出了车祸，伤得很严重。什么？阿木哥哥，我这会是不是真的要死了呀？不会的。阿木哥哥，表哥，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你先别说话了，我一定会救活你的。钱总。钱总，怎么回事？好好的为什么会出车祸？钱总，林念小姐特意去了你们当年被绑架的地方，说是看能不能触景生情，想起一些事儿。可不知道为什么就出车祸了。林念，你们到底谁才是小四？这是病人要我转交的，里面有他想对你说的话。你一定要救活他，多少钱我都在所不惜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的。阿姆哥哥，你看，这里就是曾经我们被绑架的地方。重新回到这里，又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。这儿就是我当年被打断腿的地方，那儿就是我让你逃跑的地方。阿木哥哥，放心，我一定会想起来那首我曾经为你唱过的歌。等我回去，我就唱给你听。家属呢？家属，我是家属。我是家属，怎么了？病人的情况不容乐观，这是病危通知书，需要家属签字。对了，病人现在急需输血，但他是熊猫血，医院血库告急，我们已在寻找病人。如果家属有熊猫血，那请做好输血准备。如果当初我们再相信你，就不会回去，就不会出车祸。都是我的错，小子，以后没事，你一定会没事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说什么傻话？还好。阿姆哥哥，我们结婚好吗？
阿木哥哥，你愿意娶小七吗？阿木哥哥，你愿意娶小七吗？我当然愿意了，我现在就去准备跟白安的离婚协议，等我跟他办理离婚手续，就马上去。太好了，阿木哥哥，我终于可以嫁给你了。小慈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一会儿再来看你。你留在这儿照顾小慈。是。够狠啊！为了让钱总心软，彻底相信你，你还真准备了一张证。这要多亏你提前得知白恩是熊猫血的事情，还买通了医生。这下子，表哥终于相信我才是真正的小子。那咱们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，白恩只是有可能变成植物人，咱们必须想想办法把他斩草除根。所以在动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千万不能再出什么差错。喂，白小姐家属吗？白小姐醒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今天到底发生什么？宝花怎么会有机械动物？就是爷爷，他想杀死我。放心，我会查清楚。你要好好休息，医药费你不用担心。哥哥，我看你是小心。你为什么就是发现不了呢？虽然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但看在夫妻的兴奋上，我也不会不管你。阿木哥哥，原来你还是不信我。阿木哥哥，原来你还是不信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别乱动，听我话。我们离婚了。他根本不爱你，那我是不是小子还有什么关系？那是等你好了钱吗？我不经意识。白安安，你执着的阿木哥哥就是一个笑话。命还真大呀！啊，今天我就来送你上。你呢？会伪装成爷爷和钱总离婚的事实，根本。
夫人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就算钱总要跟你离婚，你也不能自杀呀！啊，夫人。啊，钱总，我刚一进来，夫人就要自杀，幸亏我来的及时，要不然夫人就没命了。夫人，我知道你很伤心，但是唐梦也很担心你吧？你怎么会这么想的？我不高兴。吴凡凡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回来是要告诉你，我的别墅会过户到你名下，算是补偿。还有，不要再做傻事，我会找护工来看你。你不走吗？走。阿木哥哥，你回来了。我终于和你离婚了。阿木哥哥，我们来选婚纱吧。你喜欢的，全部都买下。非常小资，明明在我面前。表哥，啊，手机还你。表哥，怎么？公司还有点事，你先好好休息，等我忙完了再来看你。好的，那你快去忙吧。喂，你录下了我在白安家放煤气的视频，现在视频都在白安手机上。你找到录视频的人，再把白安手机上的视频删掉，不然我们都得完蛋。好，这件事我去处理。走吧，我来接你回家。表哥，我们一会儿去试婚纱好吗？好。阿木哥哥都和我离婚了，不会来看我。你把视频发给阿木哥哥了，可为什么他还不相信？我的阿木哥哥。我要杀了你，知道他还幸福的活着。你说什么？杀了他！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不可理喻。杀人犯！我花钱给你治嗓子，可不是让你空口白牙诬陷。刚才那个漂亮小姑娘说是你们是杀人犯，这小姑娘话都说不好，谁知道她说的是真的假？我越有越远，我给你们看，到底闹过我没有？安安，我已经给你补偿了，医药费不行，你还想怎么？我警告你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不要再闹了。我就把房子收了，让你出院之后，
阿木哥哥，兰兰这个样子好可怕呀！兰兰，钱总，钱总，这是夫人最新的检查报告。夫人因为长时间缺氧，大脑受创，所以精神可能出了状况。什么？精神？原来是个精神病呀、啊！这种人就应该关在精神病院里，万一出来打人可怎么办？就是，是个精神病，还是个哑巴，白瞎着你一条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精神病，是看看这我不是。让医生给大家进行治疗，看好了，不让他出事。是。我没有问题。是林烈，还有他们。杀了我！真是疯了！马上把他带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。是。你为什么杀了我？我不是精神病。钱总，夫人不配。我没病，我没病。有了这份白案，就是以后之后了。以后不管他再说什么，他来指证的是林海林，再来一次。阿姆哥哥。还是给他打一下镇静剂吧，他这样太容易上人了。镇静剂。爸，我不是镇静剂。爸，他们都是上天赐的礼物。只有接受治疗，你才能好起来。给白安安排最好的病房，进行最好的治疗。是。全部对你面无底线的努力，却对我的生死置若罔闻。我再也没有阿姆哥哥。天亮的繁星，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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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的繁星，
钱穆和李念呢？啊，钱总和李念小姐去领结婚证了。夫人，您的嗓子好了。夫人，您这是？别叫我夫人了，我已经和钱穆离婚了。这个世界上对我好的人没几个，你算是一个。这个呢，是我自己的一点积蓄，就都留给你吧。夫人，这我不能要。小哥，快来！终于结婚了，这个是你的。嗯、钱总，不好了，夫人她可能想不开要自杀。钱总，不好了，夫人她可能想不开要自杀。什么？表哥，你别听他胡说。白安肯定又在想什么诡计，他就是见不得咱们好。还有，我才是夫人，表哥已经和白安离婚了。
钱总，夫人她是白小姐，她下午把银行卡和别墅钥匙交给了我，说这卡里是她的全部积蓄，如果不是想自杀，怎么会一点钱都不给自己留呢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阿木哥哥，多嘴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到处都找过了，到处都没有。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那他会不会回到当年被绑架的地方？三三，你现在终于认出我了，不过可惜，我现在不许。你先把刀放下。阿木哥哥，没想到十五年之后我们再次相见，你在你眼中就是一个疯子，是一个神经病，是一个说过好话连篇的骗子。没想到我们会走到这样的结局。没什么好说的，十五年之前你就应该死在这里。是我没有认出你，都是我的错。但现在我知道，你就是小子，你就是我要找的小姊妹吗？不是，你应该相信我。我发誓，以后我一定好好保护你，再也不会乱说任何一句。你说过会一直保护我，你就一直等，一直等了你十五年，我就不该这样相信你。小子，不要。你不联合钱助理一次次陷害杀了我，我拼了命想给你解释，却伤我最深。我就是个混蛋，我求你，求你不要伤害自己，只要你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好吗？无论是大姐还是小妹，现在都不重要。我只愿相信你看到的，但我却从来没有看清过。小子，我求你，你再相信我一次。你别过来！啊，不动，你把刀放下，我们有话好好说，行吗？现在说什么都不用了。看不到。阿木哥哥，你别信他，他就是拿死吓唬你。白安，你不是想死吗？那你赶快去死呀！还在这磨蹭什么呢？闭嘴！闭嘴！你居然打我！跪下道歉！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凭什么？是陷害他，害他绝望。我跪下给他道歉。阿木哥哥，我才是你的小子啊！闭嘴！我骗了你会一次次陷害小子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和小子相认了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道歉。小子，你看，我已经让他跪下道歉了。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就一次。如果有来生，也想再见。
会唱歌最好听的，很多人求我唱，我都不唱呢。那你可以听我唱一听吗？他们会想听，当然可以啦。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。妹妹唱歌真好听。奶奶说，等我拿到唱歌比赛一等奖，就给我买一个钻石发卡。在我心里，你就是第一名，我会给你买最漂亮的钻石发卡。好啊，谢谢阿姆哥哥。苏子。宋子，你不能抛下我啊！宋子，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呀，宋子？他们好疼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别怕的，我会带你出去的，你还要给我唱歌听呢。阿姆哥哥，要是我死了，你一定要从这里逃出去。这是我的加团护身项链，有了它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阿姆哥哥，小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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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子，小子，你在哪？我没看见小子，就是白安，他在哪？白安抢救无效，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不可能，他不会死的。你们都在骗我！快去找他。现在的年轻人，活着的时候不好好珍惜，死了才想起后悔。小子，小子，小子怎么会死呢？小子，钱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白小姐的骨灰。钱总，这里是证据，夫人，他不能白死呀。这下，真的是你们的亲生子。把李念跟钱助理给我带回来，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表哥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子。陈总，我们是被冤枉的啊！我们真的没有害白啊，真的。你知道生不如死的滋味吗？我知道，很快你就会知道。
钱总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钱总，云娘和钱助理已经被打成残废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小慈，接下来我们把他们送到监狱好吗？小慈，你放心，这一切都还没完，会让所有伤害过你的人都付出代价。把李念跟钱助理全都给我送到监狱，因为我不惜一切代价扳倒李家跟白家，我要让他们后半生生不如死。小慈，我知道你怕黑，别怕，以后有我陪着你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。小慈，小慈，你回来了。阿木哥哥，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我会一直陪着小慈。阿木哥哥，你说你一直会保护我的，可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对我？为什么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阿木哥哥，我给你唱歌好不好？好，我最喜欢听小慈妹妹唱歌。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就随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小慈，你在哪儿？不要丢下我！小慈！李氏集团大小姐李念和前世前总裁助理因涉嫌谋杀，证据确凿，于今天上午被判死刑。李氏集团和白氏集团最近因股票严重下跌，宣布破产。你听到了吗？他们都受到林英勇的惩罚。接下来，你的阿木哥哥来陪。小子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就像你给我唱歌那天一样好，你喜欢吗？
小子，就这吧，我们一切开始的地方。